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德军总部新血脉。我们过来先接这个任务。A group of resistance fighters were attacked in an underground silo in the sewers below Victory Boulevard. Lucia and Odette were the only ones to make it out alive. They dropped a briefcase with very important that ye should information stolen from one of General Lutar's top scientists. Peut-être, with your suits, you can get in there and look for it. Just one more brother left.好，我们先定位到这个任务，叫做偷来的研究。出发，在第三张图，来到胜利大道。Fuck yes, Jess, you're slaying it. OK.最起码刀没丢，刀没丢，我心里就很舒服。进入地底下，在那儿。藏一下。发现了，你还不死，你还因为有一个长官，可能不是长官啊，有个纳粹可能在下边当官呢。从这个下边是可以，是可以前往第三兄弟楼的。我脑子在背东西。Mark my word.脑子要背，要专注。哎，我掉了几把刀。你又没收我刀。你妹。哎，收回来一把。是我刀的，我是最讨厌的。缓一下。不要理这只狗。
因为这几集后面做的都是实况嘛，实况比较要专注，你不专注上的话就比较麻烦。刚刚在那边啊，不知道在哪又丢了一把刀，尤其吃刀真讨厌。还我刀来！好了，有箱子吗？附近？这个几块钱，你不让我捡到，我难受不啦？一块，还好五块。我是从那边过来的。你收获不少子弹。找到公文包，这个就是两个反抗军全死这儿了，公文包就在这儿，而这个地方就可以前往第三大道兄弟楼，也蛮惨的。Brother 3,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Nazis in Paris. General Lothar Brandt erected this tower 9 years ago. It was destroyed just a week ago with the help of a cyber pilot, a hacked Nazi robot that can manipulate other robots. Maria is repairing it right now, and maybe it will be of use to us again one day.我们出来以后呢，这一集我 Brother 3 is in pretty bad shape, but I can see the main computer popping in and out of the Paris power grid. My guess, they're keeping it somewhere in the basement. Head through the rubble and find a way into the broken tower interior. 我们这一集先不着急进三号大楼，先做一些支线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三号大楼的这个捷径给拆掉。下次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出发。我们先从这边回去，回到地下墓穴，把这个任务给交掉。这个任务交掉的好处是啥嘞？待会就知道了。Was the mission successful? Merci beaucoup. This could give us information très important about the attunement device. One of the DAT issued relics rumored to be inside Lab X.Très intéressant, non? 这样他还会出新的任务，这个新的任务到审讯中心去。就找一个将军录制的数据磁带。
only information I have. 我们把它给拿回来。我们按一下 JJ， 我们现在等级不到30级，我们想办法尽快让等级到30级，以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升一个技能。在这儿。啊，不是在这儿，我想一下，我要升哪个技能来着？在这儿，到30级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升级给升出来，然后肌肉。到了30级再说。我们现在前往小柏林区。The data tape is supposed to be in the Nazi interrogation cell. Let's go find it then.因为我想升几个比较好用的技能，所以这些任务是给技能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要把它升到30级，所有的技能可以点出来。是我刀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阿尔法 B， 伽马 B， 是这个吗？ It ain't here. 没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任务，上面写 B 伽马 ，B 伽马，所以我们要找一二三层楼找到 B 伽马。It ain't here. 不在这，在楼上。先把东西拿到再说。就在这儿，肯定在这儿。It ain't here. 啊？还不在这儿？你在逗我吗？开门！打就打，谁怕谁？我还有上面一层。Keep it up. Show those Nazis who's the boss.在这儿。It ain't here. 啊？找到 B 伽马的数据磁带呀？哪里出了差错？在丢我吗？我。先清掉再说。这也有 B 伽马，我去！ Not this one. 你妹！你为什么会有两个 B 伽马？你告诉我。It ain't here. 这次运气这么差吗？哎呀！打到了。还有吗？还有。好了。哎呀，我去！我看看任务这边我们打完了，应该可以直接传送回去。任务交掉，我们又可以获得一点新的技能点以及经验。Was the mission successful? Thank you for acquiring these loadout tapes.I suspect they will help us more than you know. Merci beaucoup. 完成以后还有任务，这个是要闯进监狱区。我们就现在不做这个闯进监狱区的任务，因为另外有一个任务也是要闯进监狱区。在这儿，我们在做另外一个地方的支线任务。我们这集就做支线任务。这个要去破坏齐柏林的飞艇。Let's go.我们把弹药补一下，实际上现在应该不大缺弹药。Hey y'all.
然后这边每一次回来都应该会有一把刀补充。Hello. 我们前往破坏齐柏林的飞艇，在二号兄弟楼。打开前往齐柏林飞艇的电梯的路，我们现在要一路杀回去。在这呢，我们来做一个调整，把闪电枪的重型机甲变成速射机甲。看一下，这样它打出来的子弹会更快的打到敌人身上，然后把它的威力啊给它改进上来。枪管啊什么都给它改上去，威力啊给它提上来。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方案，这个是每秒输出511，那这个实际上每秒输出的更多，因为它弹夹更多，但是要花更多的钱。我们就这样吧，准备出去。然后我们先要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回去，我们要下去。这个是比较绕的一张图。然后我们按一下 J 键，我们等级还没到30级，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杀太多的敌人，我们直接下到一楼。在这边刚一波。因为他们已经动起来了，也不知道为啥就动起来了。那就在这边刚一波。这边敌人不厉害，老戴你又立 flag， flag 呀，呜，30级了。这样子弹射出去更快，更容易打中敌人。Badass and inspirational, Jess. You can do this, Jess. Okay. 这里面有啥好东西没？你没。这个地方是直通整个二号顶楼的电梯的地方。我们之前从二号楼出来啊，就是从这儿出来的。但是之前是上不上去的，哎，把这个拉下来是上不上去的。那有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直达二号兄弟楼的顶楼。然后升个技能出来，这个技能是在角色力量里面的，我们要保持静止时你的逆踪，就是我们的潜行能量不再消耗，就站着站着我们是不消耗，只要潜行起来我们是不消耗能量的。然后我们把这边的几个东西给干掉。
干啥呀？中间的 boss 别去惹他，很烦的。Okay, all tanks destroyed. Let's go for the pumps. Need to take down that citadel. Okay, targeting the robot soldier. 这把枪威力极大，近距离很好用。搬掉两个油泵。Got the first pump. Good job. Booyah! 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坐电梯离开这儿了。哎，这咋办？很远，我这救不了他。好。走。走了，小杰。我们先把他给带上来就好了。耶！在这儿我们可以走了吗？我看看啊，还不行，必须下去。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回去了，交任务。这个任务呢是有点类似于刷本一样的，完事各式各样的任务。破坏发射器，这个任务也蛮恶心的一个任务，不是蛮恶心的吧，就是蛮难玩的一个任务。流程蛮长的一个任务。喂，嗨。我们要补一下弹药，刚才用了一些。Hello。Bonjour。Hey。Salut。Howdy。Mes amis。Hello。Hi。这是在几号兄弟楼？二号兄弟楼的。Okay, so Gemma said the super soldier launchers are near the top of the tower. Yeah, let's get up there, take them out. 但是这一次呢，他等于是把二号楼要重新打一遍。但是我肯定有我的方法。快走！我现在人厉害了，你知道吗？如果按照以前的打法，哦，打累死，一路突进去。还是老规矩，在这边缓一下，缓一下以后直接上去，打起来没完没了，还浪费刀，你知道吗？浪费子弹，主要是浪费时间，不如潜上去。因为现在这个等级我们已经升到了最高级潜行等级，所以说他这个 CD 啊 CD 的很快。完了，又吞我刀，你娘了个去啊！哎呀，还好，上去，刀有地方是可以获得的。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一把。潜行走，这个场景就不要重新再打一遍了，因为这个吊桥已经下来了。然后我们直接冲过去。先看一下，运气不好啊，里面会有一个敌人正好在门口看着我们，大眼瞪小眼的那种。保险一点呢，就缓一下，缓一下。有人可能会过来检查，打起来很麻烦，有的是骷髅头。但是好像有警觉，先把刀捡回来。We are way out of our league here, so. 缓一下。保险一点。敌人的等级也是升级，也会升级的。Yes, of Hitler's killer. I am so proud of you. Keep slaughtering the Nazi girls. We're going in quiet now.还我刀，妹的，妈蛋！缓一下，走喽。我们要去破坏两个发射器，就在这附近了，还没到。快到了，这把消耗刀太多。要去刷一下，就在这来回传地图，在那边拿一下就可以了。这边有一个，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打到。像那个就可以不用去打了。哇！上面有敌人，没护甲。
我就不相信你能打天上，啊！打我呀！Reckon this is one of those super soldier launchers Gemma mentioned. Let's sabotage it. Super soldier launchers. 想办法逃掉。等一下，这边会开一个电梯出来，然后我们偷偷摸摸从电梯走。不用不用，我们走就行了。任务完成，回去找我们野马。Howdy. 把任务交掉。Any word?那边还有一个任务啊，是需要一样特殊道具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还有，好，要地往前往第一兄弟楼了。现在因为我们手头有两个前往第一兄弟楼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可以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兄弟楼，不是，定位一下。到监狱里边去。Didn't we run through a storage room with a bunch of lockers in the prison area last time? I don't know. 隐形往里上就可以了。很快。这一次回来可以有两个技能点。Julian's cell block should be in a room close to the main corridor.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会被他看到，这个比较恶心。这样就可以。我处死你！我处死你！哇！啊，这个被阴的很了。他妈，这个被阴了，这个佛多多被阴了。There's the cell door controls.这是其中一个支线任务，就是解锁监狱 C 区，会刷敌人，然后我们到这边来，这边又有一个任务，在这儿，渗透者报告，啊，渗透者报告，这个也完成了，现在我们逃出去就可以了，必须先走出去。我们把他引过来，我们走另外一条路也可以。直接走，不理。老爷，跟他们打就是突突。
回来之后把这个任务再交掉。我们一下交两个任务。然后我们应该有不少技能点了。OK， 这个任务完成，下面这边这边的这个任务也完成了。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下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了。而那一个任务必须要得到一个东西叫做动力枪的才能完成。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动力枪。只有在第三那个兄弟楼才有动力枪。好，现在地图这个地方已经清的差不多，越狱也完成了。对，只剩下最后一个兄弟楼了。我们等级来到了32级，钱有5000多块，我们有9点的技能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东西可以升一下。我蛮想升一个东西，是把这个东西给升出来，需要6点，就是我们找东西啊，就是所有的收集品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把生命值也升一下，然后护甲也升一下。 OK， 你看很多的收集品。哇塞，这样就这都是收集品，都可以拿到了，这个就很爽了，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很爽？这就很爽了。然后这些东西呢，我会专门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比如说交代当时的世界观的一些东西，我可以找一下好多东西。在哪儿呢？这边附近应该有一个。好了，我先管我去强迫症一样的去搜一些东西回来。好吧，本集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下一集进入3号兄弟楼，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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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